我叫冯成龙，说不说地大嘞？今年是五岁，这个种这个田呢，我们是三代人都在种。这个田也是我承包地，承包地呢，种了我们就是一共种了两亩多田，二亩八分。以前的农业就是没打药的哈，就是产量低点嘛。 像现在呢，打农药噶这些方面，就要好点儿，产量也增高。我参加过培训，参加几次，还带着我们的附近的农民一起到镇上去学习。嗯，在我们村上呢，也参加过，喊他们都来。怎样如何打药，把农药的空包装如何那儿兑换，我们就在现在呢，都在兑换，也好处太好了。